据可靠情报，新四军的高级将领抵来江南，来者不善，要加紧清剿，绝不放过一个可疑分子。是。 强调一下，毛主席派我来啊，不光是要打好军事战，更要打好经济战。韩司令，我们一直是遵照上海地下党的指示，尽量回避和鬼子的正面交锋。报告，鬼子一支小分队又来扫荡了，马上就到，我们是否转移？报告，发现高官一人在敌手。他妈的，我非把那小子狗尾巴揪下来！是。慢。 人家都送上门了，咱们呢就敞开门让人家看嘛。罗涛，到，你去对付鬼子，我们呢就留在这儿。是。打去吧。行。你看，鬼子这个地方，大概有一个小分队。 这回他妈的有好戏看，江抗这帮人，这回要被日本人给灭了。来的正是时候，看看新司令有几斤几两。打！打！ 三个兄弟，要队长准备乘胜追击，一口吃掉小鬼子。命令，全体撤离。这，哎，奇怪了，这帮怂兵怎么变样了？这新来的司令还真他妈邪门儿。这打了胜仗往回撤，什么意思啊？搞不懂。报告，起来。 东京急电，社长，东京让您速调棉布10000匹、大米100000吨回国。兵者。 凶器不得已方用之，以华制华方为上策。陈少波家族在亚太商界影响力很大，您曾是他的老师。
咱们可以利用他控制华商，配合物资的征收。陈少波城府很深，又以租界的英美势力打得火热，对付他还需要用点手段呢。文秀龙，文秀龙，哎，我杀几个鬼子。 知道为什么让你们撤吗？我知道，是怕我们中埋伏吧。我们不是赌徒，不能眼一红啊就不顾一切。咱们本钱小，就不能蛮干拼消耗。但是我们一定要打，更要打出威风来，让全中国都知道，我们是打不垮的铁军。 来了，父亲，少波有货，明日外港码头出。嗯，墨子，物资的征收与运输，事关大日本帝国的存亡。父亲要求你继续当好支那人，看好陈少波。 记住，绝不允许有私人的感情。嘿，罗伯特，这是最后的交易了，路都已经被卡死，我以后只能把货贱卖给华中铁路公司了。完，我们那么多年的贸易就这么完了，要就这么退出。No way。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哎，快点装啊！陈先生，你竟敢私运货物！来人，给我封！这是美国银行的财产，我要去美国领事馆控告你们，请便。 你要购买这些东西，可以到华中铁路公司转购。光义，陈先生，请跟我们走一趟吧。日本人怎么会知道的？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择其善者而从之，其不善者而改之。 报告，进来。社长先生，陈少波已经带到。老师，少波君。 是我请来叙旧的，怎么可以这样对待？你得消停。嘿，少伯君，老师，非常抱歉，让你受惊了啊！请。哎。 等着，谭司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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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告诉你们一个特大喜讯。丁参谋长，有什么好消息你赶紧说呀！刚才呀，我不是带领战士们在练兵吗？这旁边一个老乡就说了。 最近有人在到处的收购棉布和大米呀、啊，你们想想，这个时候谁敢明目张胆的干这个？我跑去一看，你们猜猜是谁呀、啊？谁呀、啊？
常熟首富陈少波啊。陈少波，我跟你说，这小子肯定当汉奸了，我把他抓了，顺便呢，我还弄了一大笔的货呀。他人呢？外边呢？请进来。请？嗯。啊，把他请进来。宋宝。啊，陈先生，对不起，让你受惊了。我说谭司令，你这到底唱的是哪一出啊？你不是说咱不能光抓枪杆子，还要筹集物资搞税收吗？可是这人放了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还要放货呀？哎呀，天老爷都成了雷公爷了。老丁啊，你想一想，你抓了个陈少波，还有张少波、李少波，你扣了这批货，那小鬼子呀还能从别人那儿加倍的拿回去。再说了，我这货呀只是暂存在小鬼子那儿，将来呀定要他还本付息。什么？哎，这小鬼子他还会倒贴呀？谭司令，现在鬼子是完全控制了运输，哎，强夺是强买，还发行什么收银券。哎，就算我们拿到了货，你告诉我，这货怎么运出去？先把鬼子的路掐断，再把商人们的货抓过来，想办法打通水上秘密渠道，最后啊，让英美洋行和咱们做生意，这贸易和税收不就都来了吗？一句话，破货鬼子的运输线，立咱们的货源和运输通道，这叫不破不立。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，同时配合八路军的百团大战，我们抗日政府发动了周围12个县的10万军民一起来进行这次红五月的大破路行动。现在我们去彻底的捣毁鬼子控制的公路、铁路、桥梁，狠狠教训日本鬼子这群疯狗。我们就不能趁机恢复贸易吗？你们中国人就太小心。嗯，如果我是你，就去找那些破坏分子合作。你以为我就甘心做奴才？可共产党，我是更不敢惹。请神容易，送神难呐。
大哥，师兄是急呀！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吩咐弟兄们，以后少去惹焦炕。是。 可我听说，他们已经改编了十几个民团和小帮会。我估计这谭老板，他们迟早得把我们给吃喽。把地盘守牢了，别人想吃掉咱们也没那么容易。是。社长，共产党的破坏对征收和运送物资造成了严重影响。 尤其是我们完全失去了对外围乡村的控制，东京方面对此非常不满。情报显示，共产党还试图建立贸易渠道。建立贸易渠道，痴人说梦。加紧封锁，绝不能让共产党把一粒米、一粒丝运出去。嗨，还有。 你一定要控制住狐狸那些草头王，绝不能让共产党再钻空子。请社长放心，胡兆汉已经发誓效忠，而且高冠一的二当家现在已经完全被我掌握。高冠一这个草头王，在阳澄湖已经称霸多年，不可小视。如若他不肯就范， 吹得像神仙似的。是真神仙还是泥菩萨，是谁都知道。那件事情我还是想不通。你说这资本家哪有爱国的？指望着他们，那是白费劲儿。哎。 还真不如一刀一枪的杀鬼子那才叫过瘾呢！是过瘾了，可是，100多万的鬼子兵，你哪天能杀得完呢？等我们有了税收，把千百万中国人呐都武装起来，一起杀鬼子，那不是更过瘾吗？想跟资本家打交道啊，光摆大道理可不行，还得给实惠啊。 咱们破了鬼子的运输线，又在他的心脏地带做了几只眼，哼，这呀，只是第一步。那第二步呢？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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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第二步嘛，咱们来个一二一运动。 一二一，也跟鬼子掰掰手腕，先把一心跟鬼子干的白色一面派，改变成了同时应付鬼子和咱们的两面派，再把它改造成表面应付鬼子，但实际真心抗日的红色一面派。来，谁跟我试试啊？这，谭司令。 来呀，来嘛，来，来嘛，试试，来就来，来，我支持老李，谭司令肯定赢。二，
唐李英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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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可不许帮他啊！嘿！我赢了！谭子人，你耍赖吧！你们再来，再来！哎，赢了，不玩喽！哎，对了，表哥，听莫英说，鬼子逼你捐棉纱、征物资，你怕被说成汉奸走狗，想躲去香港是吗？不照着他们的意思办，要么倒闭，要么被军管。我真是左右为难呐，不如带着莫英一走了之。你以为香港就是一片净土啊？不过你也别太悲观。哎，听说了吧？江抗新来了个谭司令，刚一到就给鬼子来了个下马威。虽然说是一帮游击队吧，不过倒也……我已经见过他了。他人怎么样？眼下打着抗日旗号捞好处的，大有人在。不可轻信。对了，志国，我们是一起玩到大的，你得听我一句劝。你现在已经是知名的雕塑家了，但外面还是不要乱说话的好啊。不就是一死吗？如果我的死能唤醒更多中国人的血性，我宁愿去死。哎，不是我把你看扁了，连人家莫英都比你像男子汉。参谋长，参谋长，老李，参谋长，哎，高冠一的人又把咱们的交通人给抢了，还伤了咱们几个兄弟。惨呐，又是这个小瘪三儿。哎，坏了，这谭司令刚去虎口接老婆，赶快集合队伍啊！是，跟我走，走。老板，老板，你走的也太快了，幸亏是我，要是换了别人，还真追不上你。今儿啊，真他妈过瘾，咱老大呀遇上这帮怂兵，又抢了他们几艘船，看着吧，咱老大呀今儿非得喝个痛快不行。对对对对，你们俩来干嘛的？你们两个来这儿干什么呢？今儿我们老大在这儿摆酒庆功，赶紧走了，滚滚滚滚！慢着，到了我们三义堂的地盘，想走就走，得留下点彩头。啊，各位是要彩头啊？那恐怕几位是要白跑了。哎，我说好汉，你们怎么不找日本人要彩头啊？日本人，啊！奶奶，这位先生，在下高冠一，请移步说话。高三爷，早就听说你是坐拥四周水路的龙头，今日幸会了。这位老板，怕不是做等闲生意的吧？好胆气，就连伙计都这么有本事啊！
敢问尊姓大名啊？大胆水贼，你又来撒野！丁天成，我们想来就来，难道还怕你们不成？你竟敢劫我们谭司令，你是找死啊！你给我上！原来，先生就是江抗新来的司令啊。幸会。高三爷，和气生财嘛。今天且给个面子，不妨大家日后一起发财。好，我今天就给你谭司令个金面子。后会有期。大哥，这个机会难得。你懂个屁呀！谭司令，这伙水贼总来挑衅，不如今天灭了他们。这个人不好惹，我先卖个人情，日后还有个回应。灭他容易，可其他的地方势力还敢跟咱们交朋友吗？这种赔本的买卖可做不得呀。老葛，老葛，我在这儿。老葛，我在这儿呢。老葛，我在这儿。看爸爸喽！哎呀，这孩子叫什么名字好呢？生在泾县，这么小又走了这么远的路，就叫泾远吧。谭泾远啊，挺顺口的。怎么样，抱着头生女儿得意吧？哎呀，只是让你在月子里带着孩子走了好几百里的山路，这身子能受得了吗？我得找老丁这个天老爷开个方子给你补一补。哎，我不用补，倒是你呀应该找老丁好好看看，看看你那从井冈山带出来的老肺病。老肺病，哈，老朋友了，我呀还舍不得让他走呢。倒是啊，你这个富家小姐跟我没享什么福，还得上船打游击，是不是委屈你了？得了吧，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找我帮忙？开口吧，夫人呐，明察秋毫。哎呀，来来来，根据地啊，初建规模，要想发展贸易、获得税收，就得想办法呀，把资本家和外商全都拉过来。这还真有点难度啊。哎，你在上海读过书，对这边熟。我想让你呀收集一下士绅富商的情况，越详细越好，这叫知己知彼嘛。就这么点事儿啊？行，交给我吧。就是同南繁地区
大名鼎鼎的妇女县长葛慧敏，谁呀？谭震林的老婆。谭司令，什么事啊？谭司令，鬼子大队正朝这里行进，这仗怎么打？拍屁股，走人。掉头，咱们呢，杀他个回马枪。去看一下，鬼子撤了没有？是。鬼子呀，没有回据点，就在原地宿营了。听说你来报，鬼子又来到，你们准备好把他们消灭掉。老丁、罗涛，你们带两个支队夜袭，把鬼子给我送进梦乡。行，好，走，走。高冠仪到底想好了没有？太君，您放心，啊。这本书啊，我转遍了大半个苏州城呢。你这样看，算是对得起我。哈，这个是我啊，这个是我上梁山的投名状。张之光教授啊，沉迷雕塑艺术，和他打交道，不长知识可不行。这个雕塑家对你打经济战真的那么重要吗？是啊，像陈少波啊这样的大资本家。对咱们疑心很重，所以呢，想搞统战就得顺藤摸瓜。门开着呢，还要我邀请吗？怎么还不动手？你们这些豺狼，吃人的勇气，都去哪儿了？哎，你们是？
您就是大名鼎鼎谭司令了。你看，真的抱歉，刚才把你们当成特务杀手了。哎呀，你看我这，张校长开门一道，佩服佩服啊。先生真不愧是罗丹的再传弟子啊。谭司令，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啊，我想请先生啊，多联络一些富商士绅，一起抵制鬼子的经济侵略。谭司令，江抗最近虽然声名大振，但也只是游击队，我怕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啊。就像这些雕塑，它原本呢就是一滩泥，经过作者给了它灵魂，它就有了生命，它就可以开口讲故事。我们得走了，你千万要注意安全呢。好，好，好，希望谭司令经常来坐坐，我们好好聊聊。一定，一定。好。啊，谭司令，请稍等。险些把重要的事情忘了，陈少波是我的表哥。我一定劝说他跟你们合作。这是我在汇丰银行的存款单，你一定要收下，替我多杀几个鬼子。我代表江康，谢谢你了。这把枪跟了我十多年了，送给你。留个纪念，也许还可以防身的。休息一会儿吧，来，把这鱼汤趁热喝了。谭司令，有什么指示啊？你们说说。嗯，打掉了徐氏据点这个拦路虎，对，怎么尽快开展咱们的贸易通道呢？报告，高冠一的人给我们送来了一些大米，请指示。好啊，收下。就说我谭振林的，多谢他们了。走，看看去。哎，走。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来，接把手。哎，这送米劳军，该不会是诱饵吧？来，我来，来来啊！我来扛。哎，诱饵怕什么的？咱们呀，把诱饵吃掉，再把鱼钩啊还给他。来吧，把这些大米啊散给老乡。嗯，那大家都别客气了啊！哎，咱们呢还不能白拿。把刚缴获的枪支啊，挑一些好的，给他们送过去。什么？送枪？嗯，凭什么呀？我们自己还不够呢。来，接着走。再说了，你不怕他是白眼狼，吃了不认账？哼！你们想一想，
他送米图什么呀？还不是因为我们打了几个胜仗，这根据地和部队迅速扩大。他呀，是怕我们哪天把他也吃掉。这么多粮食够他们吃了。咱们呢，可不能吃独食啊。对这些帮会呢，可以吸收改编，为什么不能合作共存呢？咱们要想打开水上运输通道，就需要船队，更需要秘密航线。如果摸不准高冠一的脉，他呀，就可能会倒向鬼子。哼，这些枪呢，就是我扔过去的鱼钩。这叫姜太公钓鱼。愿者上钩。明白了吧？大哥，这谭老板的葫芦里究竟装的什么药？我喜欢吃的药。表哥，你可千万不能当汉奸啊！这是江抗谭司令的亲笔信，他可真是个有胸襟、有胆识的英雄。和我一起去见他吧。少伯兄，陈家是江南商界魁首，我们华商公推你出任维持会长，跟日本人周旋。你要再不出山，我们全都得破产了。八爷。您的事儿都给您安排好了，您要的衣服给您放这儿了。好，派个得力的人去打听清楚，江抗谭司令在地方的口碑究竟如何。好的。少波，你烧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莫爷。父亲。墨子，现在到了放出胜负手的时候了。请父亲训示。必须阻止陈少波倒向共产党。你要打进共产党的内部，趁其羽翼未丰，配合皇军。灭其首领，让他们群龙无首。还
还有，那个张之光，不但破坏日中亲善，而且暗通共产党。上次，你就不该为他说情。这次，不能再留他了，你去处理吧。嗯。翻盘呢？哎，来来来，添点水，添点水。谭老板，张处长被人杀了，陈少博也被人跟踪了。怕贵啊！我们快从暗门走吧。现在还不能走。哎，你赶紧接一下陈先生。好。陈先生，啊，快，有人跟着我。好，快进。被特务跟踪了，之光呢？来来来，三位，这边请。哎哎，这边这边请。就在刚才，张校长被暗杀了。什么？这边这边，有吃有喝有弹有唱，这边这边。
绝不会让张校长的血白流。枪！怎么样？哎呀，这天老爷的大号啊，真是名不虚传。医术果然高明。张校长的死刺激了陈少波，只可惜啊，这个家伙他缺少点血性。我看他骨子里呀，还是有爱国心的嘛，只是对咱们的顾虑和戒心呢，还没有消除。谭老板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这是老葛搞来的陈少波工厂的管理制度。可以看出他呀，思维缜密，注意细节，他还特别在意个人形象。你相信他会真心当走狗吗？对这种人呢，特别要注意把握火候。这心急啊，可吃不了热豆腐。报告，发现了西洋来的一个奸细，咱们抓还是不抓？哦，稀客上门呐，看看去。走。他要去对就对了吗？怎么还不停要去对院？这吗？啊，这是美国的。好，谢谢。嗯，不用谢。谢谢。我来。啊。你呢？谢谢。好。中国有个中山狼的故事，摩尔先生听说过吗？我知道，狼把就他的农民吃掉了。现在日本不仅想吃掉中国，还想称霸整个亚洲和太平洋。如果把你们美国出口给日本的原油和钢材用来打你们自己，那可亏老本了。美国人可不喜欢战争。但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摩尔先生。中美会迟早并肩地站在同一条战壕里。现在我们江抗就愿意和你们洋行合作，我们会设法绕开封锁，把货物交给你们。OK， 司令先生，只要能把货物运到上海的美租界，我们就能进行跨国贸易。
成交。听老葛说，你和陈少波是多年的生意伙伴，是吗？嗯，我现在就可以带你去见他，让他也参与我们的合作。Good。振林，我跟你一起去。好。我看你们都别去了，那里很危险，还是我去把他请来吧。不，我们一起去。东京大学一别之后，少波金的奇遇令人刮目相看哦。哪里哪里。先生，我们老板今天会见重要客人，他不会客了。不会吧？是的，是的，你们改日再来吧，好吧？哎，摩尔先生，我已经跟您说过了，老爷正在会见重要客人，我们老板不会客气的，改天再来嘛。你告诉他摩尔来了，你就告诉他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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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等等，我先通报一下，好吧？不好意思。对华商物资的采购，由你全权代理，收购价也由你来定。我保证，你至少有两成的利差。这个学生无力承接如此重担，望老师海涵。不必过谦，陈家百年老店的兴衰。就看你这一步棋了。啊，对了，最近有谣言说，你重庆政府和共产党都有接触，更有甚者，竟然有人说你的未婚妻也是反日分子。这无稽之谈呐！少伯君，你可要当心呀，不要一招不慎。满盘皆输啊！是，学生铭记。嗯，依我看，你还是出任维持会会长吧。我听说你在汇丰和花旗两家大银行都存有大量的银元。那些白人怎么能靠得住呢？不如拿来助老师加强收银券的信用，你会得到更加丰厚的回报。是是，荣学生和各大银行再行商议。哎，少波，少波，怎么不找我老朋友？啊，这位就是摩尔先生吧？
Yes. 少婆经常向我提起你，你一到来的这两位先生，想必也是贵客，介绍一下啊。哎呀，这是，哎呀，昏招，昏招啊！我认输，认输了。陈先生不是输在棋力上，而是输在了心力上。看来这位先生是棋坛高手啊，请问贵姓啊？啊，鄙人林俊，小本经营生丝，啊，这位是我的夫人。啊，幸会幸会。哎呀，老朽田森今日在这里能够结识摩尔先生和林老板伉俪，真是。 开心的很呐！啊，田老板，幸会幸会，幸会幸会。管家，诸位，请。啊，请。啊，好，好，请。林老板，请。田老板，请。请。哎，少妇，少妇，走。今天怎么了？走。 田老板经营生丝，想必也是少波的生意伙伴喽。啊，对对对对，前日啊，多亏林老板帮忙，我才能按时交货。啊，陈先生过誉了，看来陈先生也是田老板的多年生意伙伴了。啊，对对，田老板是先父旧交。哦，请请请请。哎，好好好，请啊，请请请请。 来，田老板。林老板。林老板。各位请用茶。啊，好好好。啊，林老板、田老板都是做大生意的，以后还请二位对少波多多关照啊。 哈哈哈哈哈！真是巧得很，林老板，老朽正要采购一笔生丝，不知近日行情如何呀？啊，不知田老板要厂丝、土丝还是捻线丝啊？眼下这个厂丝难搞，田老板也想进土丝。 我们临济商号主要经营的是丹阳和金坛的土司，近日行情略涨，每百两要23元。当然，如果量大的话，价格好商量。哦，怎么，林老板还在用旧民国政府的法币？哦，难道田老板只用日本人的收银券吗？嗯哼，田老板，你不常来。 不清楚这里的情况，这里啊，还是习惯用法币换算成本。交易的时候呢，主要还是用收银券，偶尔也用法币，对吧，林老板？好好好，好好好，改日老朽在上海的红祥记酒楼做东，还请林老板赏光哦。田老板真是贵人多忘事啊。 怎么把服装店继承是酒楼了？上海滩我可是熟得很呢。还是改日容许外子做东，请大家到绿波廊餐厅用餐吧。哎呀，你看我真是老糊涂了。林老板有这样聪明伶俐的夫人，生意怎么能不红火呢？啊，是啊是啊是啊。过奖过奖。陈先生，你以后和田老板有什么好生意？ 可千万别忘了分给我一杯残羹啊！哈哈，哪里？哪里啊？别忘谈生意了，苏州王府楼有两位交际花，我挑的帮机了，我请各位就消遣吧。那好，你们几位，老朽就先告辞了。哦。
林老板，以后有生意大家一起发财哦。好，一定一定。啊，好，好。哎，刘部长，邵宝军，你有客人，请留步吧。好，田老板，请慢点。啊，好。那个老头到底是谁？东洋老狐狸，那是只握刀的手。日本人 ，My God！ 虽然我迫于压力不能站出来支持你们，可我也痛恨日本人。我以陈家的百年信誉保证，绝不会昧着良心为虎作伥。好，小波。啊，穆英啊，啊，这就是我的未婚妻田穆英。你好。啊，穆英，这就是你一直想见的江抗谭司令。谭司令。谭司令，穆英和志光一起抵制过日本人，他还想参加江抗呢。好啊。谭司令。谭司令，请你收下我吧，我要为张校长报仇。嗯，躲得过初一。躲不过十五，哼！墨子，就看你的了。大家好，我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呢是田老师，今后由他教大家识字写字。大家好。谭司令，谭司令，上海地下党派人来接孩子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让他们先等一下。好的。嗯。你说他女儿长大了，长得是像你呀，还是像我呀？我看她呀，还是像我。她一个姑娘家，要是长得像你，以后还怎么找婆家？好，同意，全票，通过。
该走了。小战士，嗯，这几天谭司令去哪儿了？啊，老板去东湖视察缫丝厂了。哦，老葛，鬼子最近对我们好像是了如指掌，咱们的队伍里怕是出了内奸的。土司厂一半，鬼子是连残角都收不上来了，哼，真是一举两得呀！啊，你呀，先别美，这要是运不出去呀，还会烂在手里的。哎，争取高冠一的工作怎么样了？这个老滑头啊，表面上还算客气，就是不动真格的。哎，我说你那钩可是白扔了啊！未必，只要功夫深呐，铁杵磨成针。咱们呢不急，自然有人呢比咱们急。马上抓来！这回看他陈少波还听不听话。嘿，老丁啊。孩子在上海还好吗？要不要让老葛做几套衣服送过去啊？上海地下党传来话了，孩子一切都好，你和葛大姐放心吧。嗯，也别说啊，这两天这小鬼子还挺消停的啊。不好，马上转移四场，还愣着干什么？报告，司令员，鬼子来了。老丁，哎，你负责指挥转移，指挥官，跟我上。谭司令，老李，你保护谭司令。不，天成。谭司令就交给你了，警卫班，跟我走。慢，不许恋战，这是命令。我等着你们回来。是，是，走。谭司令。放开我！我毙了你！
他们还没有回来呀。君子坦荡荡，小人常戚戚。子问。报告。进来。社长，已按照您的要求把风声都放出去了。要死。这次。看他陈少波还怎么当墙头草。陈先生是否马上出任维持会会长？陈先生与森田社长是否真是师生关系？那么请问您，陈家是如何取得华中铁路公司的代理权的呢？是否真有内幕交易呢？哎呀，吴客户，那陈先生，您可不干，我们就是来，大家不要再吵架，好不好？陈先生，先等。林参谋长，林参谋长，你看，怎么？陈少波将和华中铁路公司全面合作，出任维持会长啊！丁参谋长，我要和这个大汉奸一刀两断！对，你这是大义灭亲。这有钱人啊，就是软骨头。陈少波啊，你是铁了心要当汉奸是不是？好，今儿我非把他脑袋砍下来，来祭奠我的战友。好的，丁参谋长。嗯，这事还是先请示下谭司令吧。谭司令不在，我说了算。可是，把锄奸队给我派出去。那这，丁参谋长，丁参谋长。把锄奸队给我撤回来。是。等等。老丁啊，对外呢，你继续高喊锄奸的口号，而且喊得越响越好。好的。墨子，健康已成心腹巨患，必须尽早铲除。你要亲自动手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父亲，拜托，拜托你了。老丁果然在这儿，肯定啊，还是为锄奸的事儿生气呢。我就是要跟他说这个事儿。哎，你说的那个事儿啊，嗯，一定要沉住气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好，我去看看。
杀呀，多过瘾，别停啊。这又不是鬼子，是自己人。刚才还是鬼子，这一换了衣服就成了自己人了。如果有一天这鬼子穿上了咱们的衣服做伪装，你是不是真把他们当成自己人了？你话里有话，直说吧。你这个天老爷啊，真应该当个青天大老爷才行啊。这断案子不能只看表面。你是说陈少波啊？你想一想，一个人他死心塌地的当汉奸，图什么？升官发财，这还用问吗？再离，陈少波铁心当大汉奸，他又图什么？陈家不缺钱，历来也不做官，怕死啊，他们就是怕死，是吗？哎，那他就不怕咱们去锄奸吗？还要向全世界宣布，喂，我是拿摩温的大汉奸。董事长，卖公堂的老板来了。好，有请。二位老板，请。谭司令，你们是来镇压我的吧？陈先生，我们是来负荆请罪的。先生愿当蔺相如吗？我一直想彻底摆脱鬼子，可总是缺乏勇气。谢谢你，谭司令，终于让我看清了方向。我还有个不情之请。谭司令请讲。我们也希望陈先生能出任维持会长，代理收购呢更要当仁不让。你让我当汉奸？要当，而且呀，还要当个顶呱呱的大汉奸。谭司令，这不过要身在曹营心在汉。谭老板，嗨，这意外的生意他自己送上门来了。你猜怎么着？刚才我抓了一个特务，嘿，他是给三义堂二当家送密信的。你看，哎，谭老板，这回我是可以将功折罪了吧？啊？你呀，先别得意。禀帮主，有人求见。有请。这位先生，深夜到访有何贵干？林参谋长，怎么这身打扮？这得问问你们二当家的了。大哥，对不起了。假的！多谢谭老板拔刀相助，我高某不然早已人头落地，命丧黄泉了。
在下先干为敬。请。太客气了，高三爷，我还准备跟你谈笔生意呢。谭老板想做什么买卖，我大概清楚。只是想顺便问一句，我手下有一些兄弟也要吃饭，跟你们干，我们有什么好处？好，痛快。我们抗日政府啊，计划开辟一条秘密的水上通道，把商人们的货绕开鬼子的封锁，运到上海去卖给美国人。这运私货可是你高三爷的老本行了，如果你愿意合作，我们可以拿出部分税收作为花红。花红？对，我谭振林说到做到，绝不食言。葛大姐，我想介绍以前的同学参军，想向谭司令请示一下。好啊，振林他去徐市了，明天才能回来呢，要不我帮你转告他吧。那行，那谢谢您了啊，我先走了。好香的茶。嗯，少伯君，你肯为大东亚共荣尽力，我深感欣慰。谢谢老师的一番苦心。嗯，我要为大日本帝国的胜利，为你荣任维持会会长设宴庆贺，请。谭司令，你休息吧，我们回去了。伯君，祝贺你荣任常熟维持会会长。父亲，江康司令已为我斩首，今晚西滩码头有货处，请欲拦截。
哦，哎，好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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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喝！来，兄弟们，喝！好，喂，哎，八哥，你们的什么的干货？发信号。谭司令，有情况吗？没有，只是……这是什么？霸车是等不及了吧？真希望小鬼子早点来，好为老李他们讨完血债。有你打的。有客人，来喝酒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么好的酒你们都不享受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太好了。好，好酒，好酒。发信号，再发。散开。那好，回去谢谢你们陈少波先生，谢谢他。先给谭司令问个好啊，啊，我们就走了啊。好吧，啊，好，盛传。老板，这贸易一开通啊，这个月光是沙洲码头，我们就收了几十万银元的税呀、啊！瞧你的财迷样，这些钱呀、啊，还要换成黄金，要送去延安、皖南军部，还有苏北根据地。毛主席还等着钱派大用场呢，我们再给更多的华商企业多投些资。哎，这不就是滚雪球吗？啊，哎，生意经涨得蛮快的吧？我们还要迅猛扩展鹿西、浙东根据地，这就叫大闹天宫。振林，我们在江南已经打开局面。可是鬼子不会甘心失败，一定会疯狂反扑的，你说呢？唐老板，法国已经投降了。哼，投降的是维希傀儡政府，法国人民还在战斗。那您对打败日本鬼子还有没有信心？哼，
你看，他们会告诉你有没有信心。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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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谭震林到江南后短短半年中，他领导的江抗武装就从200多人发展到4000多人，控制了江南的上百个大小市镇，为中央源源不断地供应了大量资金。从此，谭震林得到了一个响当当的名号——谭老板。